我该讲真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好，笑死！我讲安尼可以啦。笑死！你是讲叫我放心伊啦？你看我赚足侪伊啦，免烦恼伊啦。我是应该。笑笑带过，哎呀，太可怜了，结婚。真正，我该讲真哦，今个我加赚过，要赚较侪。我拜一，我来要来给你订迄个路啊，十下十七笑的哦。哎，十七笑。十七笑的，四十几万我已经给你签好啊。我拜一就要来给你订订，落订，迄个路我已经给你做好啊，四十几万。你讲的我也给你做到到啊。啊，所以你苹果我加赚过，我明年一定请你登，带你登台了。我搁绝对让你坐到，我给你办，让你做老个登记，安尼，我来跟你讲真诶，我天朝，让我搁赚较侪啊。伊在讲真诶。我阿公妈咧欢喜啊，一定会甲我倒包，倒包住着你啊。卖生气啊，你是讲，你有？你已经知道要讲啥？好啦好啦，三千好啦。哦，你暗中拢有咧摇，你也免烦恼伊啦，是收债呀？无债啦。好啦，感谢王公安啦，啊，你着给我倒保庇啊吼，给阮二家一家真正大小拢平安顺遂啊，啊钱加赚过，我明年一定会给你坐轿，搁兼带你当代表，我一定租一房做大房。好，你等待你出头。个人不准的。你只要，我真正赚到够了，我绝对会给你请到，你放心。然后你讲，哎呀，我讲会到，我就做会到啦。啊，你就要交保底啊吼，啊，给阮上奖，自细大当愈来愈兴隆啊吼，啊，会当给阮李家钱啊一个。多多谢谢都会当平安啦吼，安尼啊，在安落来尽尽尽完满，都满啊！你凡是做老板，啊，你若把我倒租平安吼，会当互我一笔负债哦。感谢王公啊！爱你哦，来，快啦，谢谢。